容祖儿出席新专辑签名会，呢次专辑连续四周全港销量最高，祖儿就话多谢各位歌迷啊。至于问到之前参加众恩同嘅婚礼，好似话想抽兄弟团牌、啊，去 after party 嗰阵有冇顺便啊？好开心，好开心，因为其实所有嘅朋友都系带住一颗真心爱佢嘅心啦，同埋亦都觉得 Michael 好好啦。咁我喺 after party 我都同 Michael 合唱咗一首歌曲啊，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一个美好嘅关系就系将各自佢哋嘅朋友圈结为一个大嘅朋友圈咯。希望我哋嚟紧嘅时间可以更多嘅即系聚会啊，咁啊令到即系我哋嗰個勢力越嚟越大咯，冇抄牌啊，係啊，呢方面比較遲鈍，同埋比較冷漠，咁所以就我啲女性朋友咧，成日都喺度即係話哇呢個得喎咁樣咧，但係我就比較喺呢方面就唔敏感嘅咁樣咯，係咪你哋覺得好得啫？王祖藍呢日宣布 B 女出世，但佢話個樣就好似佢，所以唔想俾大家睇喎。我想 BB 咧个样系每一日都变嘅，咁首先唔使担心住嘅，祖藍，咁同埋咧似你都几好啊，似你咁有智慧，同埋似你个眼睛咁大，系啦，似你个嘴唇咁肥。